最喜欢我丈夫安东尼啊。三个月前，我伫脸书熟识，伊伫美国是一个陆战队的军官。本来讲好，顶个月要来台湾找我，啊，知影向红红派去乌克兰运送物资，结果无几工，就俄罗斯迄边掠去，打电话来讲要汇十万块美金，才肯放人。想未到汇钱已经过了几日工啊，一直等袂到我安东尼的消息。哎，等下哦，先告知时。啊，不妙！安东尼可能剩165天的寿命尔。是哦。安尼阁叫你甲对方瞧一下，你阁汇165万的美金，看伊放人。新民当然是爱办，但是拄到这款代志，嘛是爱赶紧卡165反诈骗电话报案。李先生要我转告你，包包里面的那一罐药不要再吃了，那东西对肚子里的宝宝不好。还有，你一直在找的东西，它就放在客厅结婚照的木板夹层里面。最后，他希望我抱你一下，他就要放手离开了。来，后一位信众，请你坐。先讲哦，代志是安尼啊，这是阮未婚夫安东尼啊。三个月前，我伫脸书熟识，伊伫美国是一个陆战队的军官。本来讲好，顶个月要来台湾找我，啊，知影向红红派去乌克兰运送物资，结果无几工，就俄罗斯迄边掠去，打电话来讲要汇十万块美金，才肯放人。想未到汇钱已经过了几日工啊！一直等袂到我安东尼的消息，所以才想拜托仙姑替我算一下。安东尼，哎，等下哦，仙姑指示。啊，不妙！安东尼可能剩165天的寿命尔。是哦。安尼阁叫你甲对方瞧一下，你阁汇165万的美金，看伊放人。新民当然是爱办，但是拄到这款代志，嘛是爱赶紧卡165反诈骗电话报案。偷看啊，你我进不去啊！盐田埔是咱高雄市上早发展的所在，有山，有海港，嘛有鲜明留落来真好食的料理。咱文武圣殿在盐田埔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，神威显赫，香烟传万里，信徒满天下。欢迎大家来盐田埔佚佗，哦，吃好料。做回来文武圣殿拜平安求健康，